更仔细去要猜测另外两位领队的一些想法。人家新加入的，这很烦哎，很爱耍嘴皮子。嗯，基本上就是站在王者的学者前姐的脚步，然后。摸上是抓来黄队，对不对？哇！应该是要挑战我的记录。你什么记录啊？开刀最多次的记录。我加入过棒球队，打过桌球队，加入过田径队，国中就是群众运冠军，高中也有群众运冠军，突破自己，挑战一些纪录。好，第二跑道的陈宇速度非常的快，而冲了出来。第四跑道的这个非常的快速，好期待最后一次，这一次，奋勇冲刺。他如果很想介入的话，他可能要有一点表现。当然了，当然，这是他们两个一直是我从小到大学习的目标嘛。对对对，我帮你找一个。我的全明星四前接 CP 危险了，郭宏志也想 play one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收视长虹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将在7月24号开播，20号记者会正式公布参赛选手名单。演员陈瑜、台大舞姬翁子曼、最美鱼贩流星雨、原子少年夏普阳、超偶四冠军曾玉佳都来啦。而全新赛季将会有25集的播出，到年底都能看好看满。我会采取比较严格的一些训练，因为打是好心情，骂是爱嘛。啊，是这样子形容的吗？好像不太对。还是有虚情，吸收前三季的经验，然后来就是他吸取过去三季的经验，这是很危险的，这样太危险。像小杰这样子帅帅白白的，我觉得他选的人大概就这个样子，就叫书生型的。那小小郭的话，大概也差不多就这样子。很帅，我们要结合次要敌人去打击主要敌人。等次要敌人是？次要敌人，死亡之握。我就说再多真的都没有用，就是我们时间到了就自然来知道哪队会在最后。他用了三集去证明了。现在国哥来了，最想说要把这个第一名拆散。他如果很想介入的话，他可能要有一点表现。当然了，当然，这是他们两个一直是我从小到大学习的目标嘛。对对对，我帮你找一个。我的，我试一下会请教那个小杰哥很多问题嘛，看他是怎么从失败中学习成长。所以基本上，因为我觉得郭哥这一季的重点还是很放在陈杰身上。我帮你放在你身上。也不是这么说，就是你刚刚自己讲的，我们没有讲。所以小杰这一季有信心可以前三名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不知道。如果前妻回来，我应该会生气。是我的。夏普阳，奋勇冲刺！你这么强，只能来我这一队。我真的很强，请大家学我。我想冲郭哥那一队啊！那我万一到时候郭哥，我的动力就会变成大吼。我的颜色的部分 OK 吗？还可以吗？我就拜托你了。有都给你，我的。